倒装的大哥又来了，这回拉点黄羊，还有茶花。你拿的茶花什么品种啊？红鹿珍。红豆珍。红鹿珍。啊，红鹿珍。开花开红色。大红花。开的花大吧？大。哦，上面都有花了现在。哦，花苞不少啊。大红的。大红花。嗯。高度有2米啊。这个。啊，有2米接近。8米。直径几公分？嗯，5公分。5公分啊。拉多少克？100来克，底下写了不少了哈。还有拉了几颗黄杨，哎呦，这个黄杨这么高啊，2米多一个黄杨。哟，小野黄杨啊，八字，直径有8公分，9个半。哎呀，疼的感非常好哈，疼的分明。这是拉多少克？拉了10几颗，属性太大哈，不是很好拉。官复杂，有大有小啊。这一颗直径图，这个10公分啊。这一颗有7公分啊？8公分。对的，8公分。官复比较好，官复有多大？官复1米4。高度有1米6啊？1米6。都说家有黄羊，世代出栋梁。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，有喜欢黄羊的朋友们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。